Hello， 大家晚上好。哇，真是准时啊，伊利兄。每次他第一个啦。嗯，每次都是他第一个。晚上好，大家刚进来的朋友们，多多帮我们分享今天的直播啊。嗯，这个要分享，一定要分享，因为你们分享是自己收据啊。这个叉烧啊，我的烧肉已经是是可以出厂了哈。那么我的叉烧也不赖、啊。表弟之前一直在讲他的烧肉怎样怎样，哇！现在开始要研究叉烧啦。啊，已经成功了啦，已经成功了。OK， 今天要做的是还原周星驰电影里面食神的那个啊，黯然叉烧饭，含饮叉烧饭是吗？黯然叉烧就是剁魂叉烧饭，我们剁魂呐、啊。啊，广东话是黯饮的。可是它直翻就是黯然叉烧饭，这个治疗哦，那个评审掉眼泪的有没有？嗯，大家有看过《食神》里面的那个那个电影的话就知道啊，那个评审吃到都掉眼泪，想起家里的事情啊。对，啊，这是感动啊，对，感动。那么我今天在前那天拜几啊？今天拜几？拜五、拜三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是说，表弟你可以做那个玻璃叉烧嘛？玻璃叉烧啊，讲的玻璃，其实他把玻璃叉烧只是说叉烧松软啊。嗯啊，就是，哎，我就说，是哦，我很久没有叉烧，那么我就昨天我就腌了叉烧，今天中午我就烤了的时候，我烤的时候非常成功，那么我就是做一个叉烧饭。叉烧饭啊，就是黯然叉烧饭。那么我的 agency member 每个吃到，全部都比手指。对，那么我自己都蛮感动，很骄傲哦。我就打个电话给表嫂，哇，今天我做的叉烧很好，今天晚上要做叉烧，饭。我说可以的话，我们晚上不要吃饭哦，等到10点才吃哦。然后可能 ，OK， 不可能。OK， 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现在要做我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我已经腌好了，这个已经腌了5个小时。叉烧已经腌好了。腌了我放到冰箱里面，我先拿出来。就是、OK。腌了5个小时，当然如果叉烧最好是超过6个小时啦啊。5个小时 OK 了啊。OK， 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怎么腌啊。啊，对，我们先烤叉烧先。然后我们再回来腌，腌了过后的时候，因为还有时间，我会叫，我今天会做整套的叉烧饭啊，包括黯然叉烧饭，包括它的姜，包括叉烧的鸡饭辣椒，叉烧还需要鸡饭辣椒。有啊，你有时要点一下，有人我们新马都是喜欢要吃辣的嘛啊。所以今天是有2个啊，一个是叉烧，一个是鸡饭辣椒。鸡饭辣椒是额外送给大家了啊。好，哎，我们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先做叉烧。OK， 这叉烧已经腌制好了。腌制好了，对。但是叉烧等一下我们会教怎样腌，现在先处理这个肉。来自要用哪里的肉？3层肉啊。对，有2种肉可以用了啊。其实都好几种肉都可以用了，包括上肉的。你可以用山肉，那山肉我一般上都是比较少来用，我们用这个中嘴，就是这个肩膀肉，前的肩膀肉啊，就是中嘴，也是叫里脊肉是吧？OK， 另外一个是花肉啊 ，OK， 有2个地方可以用啊，一个是肩膀、里脊啊，中嘴呢？中嘴啊，它的肉比较松软，比较好吃。当然你可以用，如果你找不到呢，你可以买上肉。上肉你要有一点带肥的，就不要理想。那当然一般上都是五花肉跟中嘴肉，就是里脊肉。这两个选择啦，叉烧都是用这两种。那过去呢，我们的 air fryer 我们就是用这个来烤嘛。那么上面烤得很美，但是下面就是没有烤到。对。 所以我说，哎，我的叉烧，其实我腌的叉烧酱是不错，我腌的叉烧不错了。然后有时候发觉到，哎，这样不对啊，不对。嗯。然后我就，哎，其实我有我的 air fryer， 我们的 air fryer 有配件这个。有配件，怎么没有拿配件来用了？嗯。所以我今天就，哇，今天我就拿来用的时候，哇。请问梅花肉可以吗？梅花肉就是花肉咯。啊，梅花肉可以啊。五花肉、梅花肉、三层肉。 只要是花肉啊，都是花肉，叫法不同啊。OK， 哎，我们现在就拿这个已经腌好了，你看腌好了，糖都溶掉了。如果你没有超过4、5个小时，糖不会溶的，它已经腌。OK， 这个不跟烧肉一样啊，这个要腌到半天以上才能。对，半天至少要5个小时了哦。因为叉烧就是 marinate 的肉啊。OK， 我们就说啊，这个这里有2种肉，第一个我告诉你，这个是花肉。 花肉对啊，这花肉，那么花肉这个几肥了、哦、，OK， 哎、当然有人喜欢吃肥的，这个是比较瘦的里脊肉，就是中椎啊，肩膀在这里，这个是花肉，这一块我们切2块了啊，当然这些全部是里脊肉的肉就比较松软，它很软，花肉也没有那么肥啊，对，它有肥，它肥在这里，你看里脊肉就这块是里脊肉啊，等一下我会解释啦。对啊。OK， 来你先处理肉先。对，我先处理肉。现在我们就拿那个 OK， 这个是表弟 air fryer 会附送啊，没有附送的叉子啊，嗯，所以就是这样子直的插下去，对就可以了啊，就插不到。OK， 假梅肉可以吗？因为不吃肥，不要啊，你假梅肉就。 可以的，但是没有油啊，完全没有油就不好吃啊，太干柴啊！你如果完全一点肥肉都不敢吃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就假梅肉咯，不过是要一点肥肉啊，才有口感。这个是里脊肉，这里脊肉呢，它有一点肥，但是它也是它肥在里面，对，肥在里面，它不像五花肉直接有一层肥的，对，嗯 ，OK。 所以我们有肥有瘦了啊，当然你要找瘦就找适中的啦，两边都有的那种是最好的。我们先把它对，等下我要教大家如何腌啊。我们先烤先，今天给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学习。我认为这道料理是我要把它传给家家户户都懂的。都懂了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黯然叉烧饭今天表弟来还原这道菜啊，表弟真的是。 下午就一直讲很不错，很好吃啊，还打电话给表嫂讲，哇，这个我做成功了，这样是吗？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分享今天的直播留守来看看这个黯然叉烧饭怎样做啊，也叫夺魂叉烧饭。夺魂啊，对，好像华语讲夺魂比较明白。夺魂，黯然有些人不大会明白嘛。黯然叉烧是广东话的，广东话叫黯然叉烧饭啊，吃了。 马上掉眼泪出来，太感动。因为有辣椒了，所以回忆都满满的涌现。对，这个我们就是就是把它一个一个这样串啊。它总共有几只串？1、2、3、4。这里6只串完了。7只啊。就6只。6只啊。其实好像我们好像有十个串嘛。哦，10个啦，总共10个串啊。1、2、3、4、5、6、7、8。May I know without skin or not? 没有，不要皮拿掉，皮嘛拿掉啊 ，OK， 皮拿掉啊，没有10个，我们这个是10个的，10个啊 ，OK， 有10串，不知道你都是要我要，你要这个是长嘛，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又在，要确保都包起来啊，要插起来啊，确保它不会再这样插 BBQ 这样子的，手好像脚好像手这样的样，小心擦啊 ，OK。我就主要就它不要一个泄出来啊，就不好看。OK， 这样好了，剩下一个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哎，那不是啊，这不是啊，我手洗一下，你洗一下。肉几 kg？ 你的肉啊？你的肉几 kg？ 这里1 kg， 这里1 kg 啊？这里的肉是1 kg， 这里1 kg。等下我们怎样啊？我们再告诉到大家怎样腌啊？我们就把这个。 OK， 来 ，OK， 这个一定有这个了啊。嗯，它会附送这个。对，附送这个，这里有两个，这个是有两个转的。啊，你如果有买我的 A 牌的话，就有这个，一定要这个可以转的，不要弄不见了啊，不见了你要找我买咯。来，插进去啦。嗯。转紧，锁着是吗？嗯。再转一下，它就紧了，它就不会脱了啦。OK。对。 东一个，另外一边也是一个啊。嗯，它是有一个凹槽。对，它有个啊，有一个凹槽，你卡进那个凹槽再转。它刚刚好到这里，我们就OK， 转紧，它就可以了，整个就可以站住咯。对，可以站住了啊。OK， 我们这个叫风火轮。风火轮啊。这个叫风火轮啊。OK， 我们风火轮，然后一个我们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针就插在这里。插在洞里面。对。 哦，看到啊，这里这个车比较别人啊，这个就这样啊，熬下去啊。来，我看一下。这样，嗯，我做第二个给你看，啊 ，OK， 第二个，我们这个插上去，嗯，插进洞里面，到这里，哎，熬下去，它就连着，哦，就锁起来了，哦，有吗？大家有懂吗？嗯，一样的。插洞，嗯，然后放下来，啊，往下面转。 啊，对 ，OK， 这插洞，你可以密一点也可以，阔一点啊，嗯 ，OK， 就是这样子啦。这是表弟 air fryer 才有啊，所以你买别台 air fryer， 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啊。你买抽屉的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哈。嗯，所以表弟 air fryer 真的是蛮不错的啊，给那么多配件有没有？嗯，好了，就是这样。嗯。 穿下去，OK。找一个洞，哇，这里还有，还有一个，对，它就刚刚好啊，用完6只是吗？其实我还有了，我没有去拿出来。啊，总共10只 ，OK。嗯。不过它的肉很大啦，所以你用6只就很，你可以，很够了 ，OK， 这样就好聊了。OK， 我们叉烧好了。OK， 我们就拿上来，这个也要拿，这个也要拿。OK， 我们去看怎么烤啊。嗯。 还没有教怎么腌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腌啊，腌很重要。嗯，你不一定要这样烤，不过腌的那个才是重点啊。OK， 我们这样拿出来。OK， 这个我的 air fryer 啊，这个本来是在下面的嘛，脱油了嘛。现在要做的就是你把它拿掉，拿上来放在上面。放上面。放上面啊。OK， 这个我已经洗了，这个还不够嘞，我建议你在这个字啊，这个字倒一点点在这里。倒一点点在这里。嗯。 嗯，这个很重要的啊。这是 air fryer 最底部的盘子啊。对，这是装脱油的，我们放在这里面，再放在上面啊，不要放在下面。放在那个导热管的上面啊，导热管的上面。这是有一根导热管的上面啊。对。来，我要拿个铁丝一下。表弟真大方，没有藏着秘密，公开分享赞。对，其实大家你们要分享哦，把它收上来。等一下，我要找那只铁枝。叉烧烧肉都是我的爱。哎，你随便我的叉烧烧肉，你就是。对，表弟教了那么久的烧肉啊，终于教叉烧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学啊。 尤其是有表弟 air fryer 的更要学，你学会烧肉。 叉烧会不会嘞？啊，是不是 ？OK， 我们这里为什么要放一些姜在底部 ？OK， 等一下啊，我这个转嘛，因为叉烧啊，我们过去叉烧，我们在你在那些做那些秘制叉烧，他们叉烧下去掉了，烤了差不多5到10分钟的时候就拿出来，就在这个酱汁又在淋上去，因为它烧啊，酱汁淋上去，糖溶了就会黏住那个。 在肉上面，肉的味道就很好，而且它一直有水分在那边，肉不会再干柴去啊，就是会重新淋啦。因为我知道表弟意思啊，它下面放一点酱嘞，然后这个 air fryer 会转嘛，转的时候每一个肉转到最底部的时候都会沾到一点新的酱，又继续烤，又再沾到一点新的酱，又继续烤，所以是这样的意思啦，是吗？对，所以我们有十支哦，你可以做十支的，你可以做十支。这是十支啊，它 original 就长这样啊。对啊，对 ，original 十支。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放六支，我拿六支就 OK。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个啊，有一个多一个啊，一节的哈、啊，就是放在我们左边。啊，有一个棍的另外一边是特别多一节啊，所以这里个洞啊放进去。 哪里有洞啊？这里放进去，左边放洞了。对，这个啊，就条。嗯。OK， 放进去就好了。OK， 这个啊，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的这个机很好，它可以直接转，这个直接转，你要什么的，你要设定要那个，你要机你就转，它就找了啊，它就转了。它就转了啊。为什么要这个啊？要这个东西要转。这个转了哈。但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的是。 我为什么你看啊？为什么我下面要有这样？这样子你看，叉烧掉下来的时候，脏到了这样，哇，我们多么 perfect， 你知道吗？啊，那么我们现在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我们这架机可以直接有 setting 呢，那我们可以自己 setting。OK， 我要 menu setting， 吗 ？OK， 上下火不要，下火不要，按掉。那我要转吗？我要转。 按个转，对，按转。那么我的度数要200度，200度，按啊，这边就到200度，转不200度。啊，那么我要半小时，按这里啊。OK， 上半小时，啊，就是start啊，开始转了。看，跟我这里开灯下，哦，你看下面的肉会粘到酱就上去了。对，它这，你看有没有发现到？我跟你讲啊，哦。 很不错，对，这不是很不错，是很非常棒。你看啊，酱就是人家这样啊，人家那些酱啊，我们陆续还可以再加下去啊，慢慢加啦啊，变成它这个每一个肉下去就沾到它酱上，都会沾到新的酱。我不用一直拿出来，又要淋啊，又再放回去，自己沾了啊，不需要。好 ，OK， 我们先给它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表弟的兴奋了哈？他这个讲解跟他这个举动都很兴奋的，所以因为为什么他真的是觉得好吃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分享出去我们的直播，然后要点赞，点个爱心，让表弟支持一下。你们真的要分享哦。 你们分享这个视频就在你们的 page 啊，你们随时都可以拿来看，这是做一个记录了。那么如果有个改天没有了哦，哎，表弟你那个叉烧怎样？你不是要再去找？对，变成你自己收藏。那么当然你有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让更多人学到这道叉烧啊。而且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腌叉烧啊。OK， 我们现在要腌肉啦，刚刚是腌好的、啊，现在才正式要教你怎样腌呢、啊。啊，这条是花肉。OK， 来这条花肉。啊，花肉，因为花肉就是啊，就是你不要啊，对，我们不要这么长啊，我们就是切半。谢谢 Coco 的50个欣赏，谢谢感谢你。啊，我、这个是比较大条 ，OK 啦。它一直响是正常的吗？有 ，OK 啊。 还是那个不是 air fryer 响，不懂，应该是另外一个。OK， 就肥不用紧了啊！所以我这个水拿开。猪肉先洗好先啊，猪肉一定要洗好先。好，那么这个是这个就是里脊肉来的，所以你它不会太肥啊，它是肥在里面。什么瘦了叫什么，但是里面有肉的，有肥肉。OK， 这样太肥了哦，太肥就不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太肥的这个，我们要切掉它，去掉啊，因为太肥了，等这个整个就没有肉吃的，这个全部是肥肉来了，很给力啊，切掉很给力。这个切掉你可以拿去炒啊，炒冒，福建面啊，猪脚炸嘛，或者是你要烤肉翅啊，你可以用来就是铺油，在烤盘上。这个啊，你就是切中间，切细条。 细条，这个细条的时候，你就不要这么多，你就这样咯。啊，这刚好 air fryer 放得到的 size。对，这个有些大小便啊，你可以看到是，你就可以这样切。切斜的。而且不一定要用 air fryer 啦，你家里有那个，你家里有那个烤箱都可以。嗯，烤箱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烤箱如果有这样的角的是最理想。嗯，不然的话你就放在开出来刷酱，要你这样烤一下，那边烤一下，变成那个不美。嗯，所以就很美啊。看我们这样要腌制啊，好。那我们先称一下这个猪肉多重啊。嗯。 OK， 我们猪肉1.25啊，1.25 kg，1.24啊，差不多1.25啊。OK， 我们就要放糖，来1.25 kg 啊，嗯，糖我就，这是1.25 kg 的量啊，我们现在腌制它 ，OK， 重点啊，嗯。 哇，这糖有点可怕啊！150克的糖，150克，150 gram 啊。对，150克的糖。嗯，所以1 kg 是125是吗？嗯，OK， 我们就五香粉，我还没有拿一个瓶来装我。嗯，半茶匙 ，OK， 一点点的五香粉啊。半茶匙的五香粉。嗯哼。 胡椒粉1茶匙，1茶匙的胡椒粉。OK， 我们料酒2汤匙，2汤匙的、啊。嗯。给2汤匙的料酒。嗯。蚝油2汤匙，蚝油2汤匙。 晚上好，各位。晚上好哦，帮我们分享哦。啊，今天是要还原这个一定要啊，2汤匙。嗯，表弟真的是很激动啊，一定要分享，一定要学会。OK， 叉烧酱啊，你什么叉烧酱都可以啊，你可以买其他牌子的叉烧，但是叉烧酱可以。啊，喂，这个叉烧酱呢，哎，这里我们1汤匙，2汤匙，3汤匙，会上食谱吗？当然会，我们每一场直播，对，这个一点点，我们放5汤匙的叉烧酱啊，5汤匙，嗯，用什么肉？我们用里脊就是肩膀啊，啊那个肩膀就是中椎啊，有时候中椎，还有一个是花肉，嗯，什么花肉都可以，梅花肉、五花肉、三层肉都是花肉 ，OK， 我们就要放麻油，嗯。 三层肉跟五花肉都是叫五花，都是花肉，对，都是花肉啊，嗯、啊，都是花肉就可以啦。半汤匙啊，半汤匙的麻油。嗯、OK， 嗯，2汤匙。这个叉烧啊，做药的叉烧啊，它是大甜大咸啊，嗯，大甜大咸。然后还要酱油。对。 它是大甜大咸啊，2汤匙的酱油啊，嗯 ，OK， 如果你想要试试我的这个叉烧嘞，哦，明天1点你来我的旗舰店，你可以吃到我的叉烧饭。哦，明天你会煮了，因为这个我会腌这个来煮。哦，明天表弟的旗舰店有开啊，嗯，啊，你如果好奇这个表弟做的叉烧真的可以吃吗？啊，你明天可以到表弟旗舰店试试看，这个就是腌制给明天吃的啊。麻油不是最后才加吗？一样的，表弟讲一样的。OK， 感谢你们的分享，非常感谢啊！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道料理啊。糖不够，我再加多100克，加多20克，再加多20克，因为大甜大咸嘛。 这个是要还原周星驰的电影啊，《厨神》里面的那个韩影叉烧饭啊。OK， 有大家有看过吗？应该有看过。270啊，270，嗯，170 gram 的糖啊。OK， 这样的腌料哦，就是哦，那么有时说，哎，我这样可以啊，有的人说。 有的叉烧，你说要带红，你可以放一点点色素粉，哦，红的那种食品级的啊，色素可以。你不要，你这样也可以。当然，如果说哎，我要有一点点啊，带黑，你就可以放一点点，放一点啊。其实这个颜色很美了啊，一点点黑酱油，黑酱油、啊、一点点哈、啊，不要太多。一点点就是这半茶匙的黑酱油下去。可以看一下你的酱油吗？最后一个，我们用海天拍的啦。啊，酱油什么酱油都可以啦，什么酱油都可以，我们用这个啦啊。你还要拍照，来这个啊，我们用这个啊 ，OK， 海鲜酱油。嗯，嗯。 OK， 这样也就是腌好了了啊，属于是腌好了了。我们要就收上来放冰箱，啊，保鲜。腌制这个就是要腌5个小时啦。啊，至少最好个月啊。最好个月 ，OK，、啊、就是这样啦，搅拌均匀。可是那糖还没有融化哦，平。哎，加回来。啊，来，哎，你怎么关掉了？没有，我不是关掉，这么我要看。OK， 我们 OK， 你看这个，这么我会关掉的。 知道你20，我8分钟了。OK， 已经烤了8分钟。啊，我们就是、你看啊，我们现在拿出来这个酱啊，这个，嗯，你慢慢来，慢慢来，表弟太激动了。你看嘛，就看这里，你可以肉多少1.25 kg 啊，嗯 ，OK。 怎样？什么事情？你要零星的酱在下面是吗？OK。 这个酱不够，你看这不够了吗？啊，它下面的酱都沾完了。好啊，就是拿出来一点点。拿出来一点点。这些再淋上去。OK， 所以这个酱汁一定要留下来啊。你可以淋在那个肉那边上，可以。也可以淋在肉上面。但是它一定是沾上去了。它自己会沾啊。OK。嗯。哎，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个酱油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酱油吧，啊，另外一个是黑酱油，啊，老醋，啊，我们就是、也是海天的，美料啊，用美料啊，就是下火不要，我们上火而已啊，啊，上火而已，对，我们刚刚是烤了8分钟，200度啊，嗯，200度30分钟，刚刚表弟不小心按错，按到关掉，对，我们开始 ，OK， 还要继续，沾那个酱，哇，粘得很均匀一下啊！对，它就这样去粘住，然后又上去了，上去了。然后它等一下它有比较焦一点的时候，它有油味出来了，更香啊！啊 ，OK， 好，我们这，啊，原来是你在炒，一直抖，我还以为它转不起。OK， 来，刚刚有人问酱油是吗？啊，拍给你看啊。 这个是老抽，这可以不要放也可以啦。这个老抽是调色罢了 ，OK。叉烧酱很贵，可以用什么代替吗？你可以其实这个叉烧酱你不要，你就是糖要放多一点咯。啊，糖放更多啊，啊，这个就你要自己去调味了啊 ，OK。啊，然后还是你是问蚝油啊，海天的蚝油啊 ，OK。 总之，我们的酱都是用。对，如果你不要的话，你酱盐，你这样放叉烧酱也可以，但是糖跟那些酱油，其他的配酱要更多一点点，多一点。好，是放在冰箱腌还是外面？我们放冰箱，不能放外面啊。嗯，放外面你的肉会坏掉。嗯，因为肉一定要冷藏来腌啊。那你那个糖在旁边没有融化，可以啊。啊？ 那个糖，等一下先，啊，等一下先啊，我们要把它收上来。晚上好，大家，哎 ，OK，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就来一次，我就倒掉我们。嗯，好像这个是。 这个我就没有煮完嘛，我可以放在一起啦。啊，对，我们这个，它的酱会不会不一样啊？不用紧，哎，差不多一样的，大同小异的，因为腌好了。对，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里，放小个一点的啦，啊，这样它们比较。你要放这些，放冰箱，比较密集啊，也腌的比较。你可以放纸袋包住，多啊，纸袋也可以啊，越小空间越好是吗？嗯，它就有长高。 所以有时如果你放个酱腌住的时候啊，第二天你就这样你看全部都腌到了吗？嗯，可以用煎吗？啊，不要用。可以煎可以了。煎可以、啊。而且味道是差了，你烤了跟煎的啊差很远。差很远啊！叉烧还是要用烤的、啊。OK， 就是这样子啦，把它浓缩在一个小碗里，然后腌制5到6个小时，最好隔夜啦。你看哦，我可以拿这个酱哦，我可以拿一点，等下我那边。 好，再淋过，淋过也可以了，因为我就要多一点酱在这里是可以了。OK 好，下午好各位，晚上好啊各位啊，真的要试试看学做啊。之前表弟的烧肉都有做过的话，这次是做叉烧啊。嗯，等一下还会教做辣椒，鸡饭辣椒，还有那个叉烧的。 叉烧饭要淋那个汁下去的，叉烧饭的汁啊，我做很多次了，很好吃。你是指烧肉吗？啊，烧肉它也教很多次了啊，这次要教叉烧啊。就是，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就把它抹一下，这个抹一下，边边抹一下，对，这样我们就把它收上来放冰箱，啊，要包保鲜膜。 分享了，公开分享，感谢感谢。我们把保鲜膜。晚上好啊、我们在做韩饮叉烧饭呢、夺魂叉烧饭换你。OK， 像我们包的哦，有做过叉烧了哦。这是你之前也有做过是吗？对，叉烧有做过。 一样的 recipe， 腌它大同小异了啊，腌的都可以。深夜放毒啊，还没有完成啊，这个毒。等一下你看这个毒。OK， 我们就放在冰箱啊。好，放冰箱。对，冰箱就不拍了，有点乱啊。啊，不拍。对。好，放冰箱腌制5到6个小时。它这还在烤焦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另外一个鸡饭辣椒啊。鸡饭辣椒要学哦。 OK， 鸡饭辣椒这个你觉得叉烧太多 step 啊，那你就做鸡饭辣椒，这也是很简单的东西来的啊。首先我们先了的是吗？没关系。啊，回来了。啊，首先我们准备多少的红辣椒？300克。300克啊！其实又开始有深夜厨房，每一次都有啊，只是新年那几天啊，我们是另外直播。 啊，所以没有深夜厨房，深夜厨房一直都有，礼拜5跟礼拜6的晚上9点啊。OK， 现在我们看的是啊，300克的红辣椒300克啊。OK， 那红辣椒你要看哦，红辣椒这个是比较瘦长的红辣椒嘞，它就比较辣。哦，比较辣。肥肥的辣椒嘞，那就是比较不辣，那么你就要放一点点的指天椒。这么迟才做啊！深夜厨房都是这个时间啊，9点做，晚上。OK， 我们要300克啊、我们已经做260多集了啊，那你应该是之前都没有看是吧？今天是263集啊，263集啊，各位。我们263集都是这个时间做啊，晚上9点，礼拜5、礼拜6。300克的红辣椒，来看一下几克了，现在。 280。哎，搅完它呢，差一点点 ，OK。好，这个时不会写出来呀。哦，差了多一点点 ，OK。OK， 葱头籽是100克。葱头籽100克啊。现在我们就放，因为葱头籽我不知道没有放了，没有，它不够100克啊。啊，不够100克。要等啊。Put in the freezer part is it? No, put chiller. 啊 ，OK， 现在蒜米100克啊，蒜米100克，蒜米100克，你放 freezer 你还要等它 defrost， 应该不是啊，剩下2粒也放下去啊，那么我们就这里姜我们100克，100克不用切片了，姜150克没有，我是量一下先，哦，先量 ，OK， 姜150克 ，OK， 就差不多。辣椒会煮吗？没有，生的。 啊，姜150克。OK， 切片了。好。请问里面的种子要除掉吗？不用，不用啊。你看里面都有那个籽啊，那个 seed 都在里面。对，我们就把它切啊，切小片，比较容易搅啊。记得之前记得还通一点，什么是通什么？还是你是想讲多一点 ？OK， 这个鸭仔呢，你可以拿15粒啊，15粒，看它大小粒啦，哦，鸭仔一。 全部切半就对了。OK， 这个呢，我们就要拿起出它的汁啊。哦，我还有要跟着进去搅。之前还记得迟一点啊？你是讲我们直播时间吗？没有啊。以前11点。以前11点呢？早期。哦，早期11点啊。哦，那个时候我不在，所以我不懂。哦，其实11点哦，所以现在才是9点罢了。OK， 我们起出那个字啊。你的砧板切肉有洗吗？洗了了。洗了啦，不然应该红红的哦。放心了，我们自己做东西，我们自己给人家、自己知道。知道了。 哦，你有买青菜啊？对啊，我表弟做今天下午做的那个零食的吗？我都没有买。那个韩饮叉烧饭没有青菜，我讲少了青菜，青菜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啊。嘉伟教怎样点进去 BDI Signature， 我进不去啊。你 Facebook 找 BDI Signature 的 page 啊，就有了啊。BDI Signature 的 page， 它是一个新的 page， 它不是表弟好主意，就很像你找兄弟姐妹啊，兄弟姐妹是我在经营的一个配角啊，也可以欢迎大家 like 一下。OK， 我们把字倒下去。酸甘15粒，OK， 重复一下有什么啊？有红辣椒300g， 啊，然后红葱头100g， 蒜几粒？蒜100g， 也是100g 啊，蒜，然后姜150啊，然后咖仔15粒。对，那么辣椒如果你要辣一点，你可以放一。 指天椒，但是这个辣椒是瘦长的，是比较辣的，我所以我不用放指天椒。150 ，OK， 你要加150克的白醋是吗？白醋，白米醋，白米醋啊。啊，白醋的醋比较酸啊。所以要用白米醋。如果你醋比较酸的话，你糖要稍微调多一点点啊。150克 ，OK。为何精选影片那么少？因为是精选。 来，我们在这个我们要放糖哈，要放糖啊，糖是一般上6汤匙啊，我放今天因为多有一点放，我就放7汤匙，因为辣椒多了。7汤匙的白糖。4、5、6。7汤匙白糖。我放少许的盐啊，盐没有啊。啊，一点盐。OK。 好，顺便打个广告，我们下个礼拜2跟4啊，虽然没有直播，不过表弟现在开始会做一个精选短片，就是那种剪辑过的短片啊，5分钟左右的，5点半一样会放出来给大家看，就不是直播。礼拜2跟礼拜4啊。OK， 我们是4分之3茶匙啊，4分之3茶匙的盐啊，4分之3茶匙的盐，这样我们就拿去搅。 OK， 我的意思是深夜厨房一般都教1道菜，今天教那么多样，谢谢您了。哦，因为是表弟做吗？没有，我是，既然我要做昂然炒烧饭，我就做整套。啊，是啊，还是因为有20分钟时间，不知道做什么，做个几份辣椒。你看，我酱还没煮，你看美吗？啊，来，我打开呀。哇，那个肉有没有？有哎。 1流啊，1流，对啊 ，Kenny Roger， 我就按住这烧啊，也再按上，他转我去，啊，你要中，你要中，你看我就给他转一下，啊，挺漂亮哦，对，他这样子压着是代表他以为他关了啊，对，因为他这个system嘛，啊，你现在要做什么？你要给大家看，给他转回来。 哦，可以转回来的。哦， OK， 对，还可以转回来，转回去就转回来。OK， 哦，原来，啊，真聪明啊，这个 air fryer。OK， 如果你拿块布来，拿块布来，拿块布啊，我拿块布来，来 ，OK， 你怕你要给它的酱的那个字啊，淋到啊，你可以拖出来，啊，它慢慢搅到那个是啊，那边勾啊。 哦，因为我这里放着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酱还有一点点姜淋上去，再放下去。现在可以淋，你可以直接淋落也可以，直接淋落也可以，啊，就是淋在这里，淋下面啦。啊，淋上面，嗯。哇，很美，很美啊！啊，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做啊。嗯，你淋落的时候你按下啊，对，我们再淋下去，淋落。哇。 OK， 这个跟就是一般外面的人烤叉烧一样的，对对对。他们烤了一段时间就会拿上来淋酱，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底部要放一点酱？就是酱，剩下的放在底部不用紧，它因为它的一只脚会沾到新的一层酱，对，一只酱。我们关注它。好了，你看可以看到，你看，嗯，然后继续烤了。刚才是搅上去，现在搅回来，对，搅下来，对。 所以我们的 air fryer 是说啊，就很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在于烤这个。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呢，鸡饭辣椒啊，鸡饭辣椒。OK， 好，啊，还有8分钟啊，各位来留守啊，8分钟看看这个韩饮叉烧饭怎样完成。拿错了，来。 叉烧很美，一定要试啊！白米醋可以用苹果醋代替吗？不可以，不可以啊，不一样的。你可以开放白醋可以，白醋可以啊。但是白醋不要带酸哦，白米醋不要带香。辣椒就是这样完成的，好像有点 orange color 哦。明明你的辣椒放这样多了。林文讲给你大大个赞啊！谢谢林文。哇，啊，这叉烧真的美啊！强伟，你有个宝藏发发，谢谢谢谢。 OK， 可以了啊！不要辣椒籽稍微打一下，也不要打得太绵了。我看打得太绵就没有那个，还有辣椒籽，还有辣椒籽。好香啊！嗯，我们看，好像要吃盖饭的感觉。 很什么啊？表弟很疗愈的感觉，你看，我们看，很骄傲啊，他的那个叉烧，嗯，是不是很疗愈？嗯，这推你看推了酱啊，下面每个酱都在下面啊，它淋上去，它上面又滴下来，嗯，下面每一块都会沾到，它又滴下来，你看这个是多么好，对你怕你就对你然后你要以后可以捞回去啊，我们还可以捞回去。 回去，你没有按到哦。你是要回去，到底是不听话嘞？你不要按看看，你不要压这个。啊，你有压去没有关注吗？哦，这样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你想研究出来，他会突然间。那他会了，我还不找不到。OK， 我们啊，我觉得不用特别的把雷达，一样的一个角度也是可以的。OK， 我们辣椒好了了哈。 嗯，辣椒好，我们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的。还有5分钟啊，还有5分钟啊。看我们的成品。好了，鸡饭辣椒好了，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哦，很香哦，那叉烧的味道已经飘到整个屋子都是了。OK， 我们的鸡饭辣椒。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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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比较 orange 一点哦。嗯，不过后面的就是这样了。它的红，红辣椒不够红，哦，很香。它的辣椒不够红，已经想要吃鸡饭了。对对，很香。那个味道啊，就是鸡饭了。因为我们刚才买那个红辣椒啊，不够红，你要买的，你要看到红了，要买很红的辣椒。嗯，啊。 所以大家在做鸡饭辣椒要挑选很红的辣椒，对，它那辣椒还不够红，不够熟啊。嗯，好，这个就可以了啦。啊，记得这个，因为这个辣椒啊，鸡饭辣椒，它是有酸性的啊，嗯，有触嘛，那么你不能放在金属的那个里容器里，对，钢啊、铁啊、铝啊，容器不可以，要放玻璃、塑胶啊或者陶瓷。 这个要切记啊。嗯，哎，表弟自己也有在卖一个玻璃的，对对对，容器啊，那个高喷玻璃盒啊，表弟 official.com 可以买到啊。OK，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要煮叉烧酱啊，叉烧还要叉烧酱啊。现在我们还没有这店还没有开。小弟吃试吃辣椒口感啊，辣椒要试吃啊。 我没有东西沾呢，直接吃辣椒一定是很咸很辣，一定要有东西沾的，不能直接这样吃的。嗯，我相信表弟啦，表弟辣椒很好吃。这个辣椒我已经叫了很多次，可以收多久？对，可以放冰箱，可能两个月没问题啊。如果你没有去冰箱过冷的话，因为我没有掺水啊。啊，没有掺水，你放冰箱2个月啊。当然，你每次要拿辣椒时候要用干净的。 汤匙去搅，去捞。冰箱够冰啊，就你不能用，就是你沾过东西的汤匙去拿。所以尽量的时候，你不要吃这么多，做少一点哦。对啊，或者做多的话，你看姨妈姑姐是送一人送一点，我就辣椒可以收2个月啊。2个月，我老是说啊，我们2个月还是照样拿出来吃了。嗯啊，之前的辣椒还在是吧？对，哎呦，够力哦。之前辣椒还在了，这个黑了啊，这很久了啊，这不知道几时了。但是我都不知道有几瓣辣椒在里面。嗯，用手沾一点吃，不用紧，我们等一下等叉烧 ，OK， 叉烧要好了啊。这个酱你放心啦，我的酱已经是您放心啦，已经是公认了，这个酱已经公认了啦。不相信你要我去试吃一下，已经公认了，试毒一下是吧？ OK， 我们这个菜肴我们要去穿烫，穿烫的菜过后我们要这个是什么菜呢？这是什么啊？这个是香港芥兰。如果你大家有在看周星驰的那个厨神啊，还是食神啊，它里面的韩饮叉烧饭就是有放一点点这种菜啊，这叫什么菜？新疆菜啊？这不是香港芥兰。 啊，港芥兰，香港芥兰啊，香港芥兰，周星驰香港人吗？香港芥兰吗？哦，所以要用香港的。你看我们还原也要讲究啊，嗯，那还要煎一个荷包蛋，嗯，那荷包蛋也是准备了哈，也是灵魂之一。OK， 这个啊，我们水要滚啊。OK， 有，这鸡饭辣椒用来吃火锅是最棒的哦。我还是第一次听耶，哎呀，上次吃火锅没有用到啊。 烤鸡也是200度吗？它有一个 preset 的，有 preset 的烤鸡。OK， 我们把这个菜水滚滚放下去。嗯，水滚滚放下去，不用放油，也不用放盐啊。嗯，不用也不用。就是清水穿烫啊。辣椒有加糖吗？加了多少糖？7汤匙。7汤匙，嗯。啊，没有认真在看直播是吗？好了，我们就是穿烫到软了啊，它就要泡冰水。OK， 这是可以喝的水啊。啊，喝的水。诶，就是酸的它已经是软了的对。嗯。我们就把它拉上来。那么如果餐厅呢，他们就放那个我们放那个那小苏打粉。为什么？小苏打粉更绿色。哦，更绿。啊，那又容易软哦，它就会硬哦。哦 ，OK。 还是第一次听到蔬菜烫蔬菜还要放小苏打粉啊！是哇，叉烧好了，嗯，因为叉烧在我们看一下，来，我们的主角，你现在在烧干锅哎，喂，嗯，而且，嗯，它冒烟呢，来，我拍叉烧给大家看， OK， 它是差哦，它是基本上已经是你看我们已经焦糖了，对啊，我看你的，如果你要可以加多几分钟，再加多几分钟，因为刚刚你一直打开呀，对，好 ，OK， 给它稍微香一点，哇，很痛啊，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打开，那风一直吹进去，根本没有在烤。 OK， 我们再烤个，不要太，menu， 来点一下 menu， 这不要比，我们给它调，我们就是 temperature 多少？我们现在给它小一点标题，时间，我们给多5分钟，180度5分钟，不要太，再给它一点时间啊，好。 来继续我们的配料。OK， 现在我们要做调味啊，调味就是第一个我要海鲜酱。海鲜酱啊，这个啊，海鲜 sauce， 这是调什么？叉烧饭。叉烧饭的酱。哦，叉烧饭的酱啊，就是白饭上面的酱。OK。 我还以为就是直接拿叉烧酱，叉烧的酱就对了。 OK， 先放2汤匙的叉烧酱啊。你这碗有水了，不要紧，碗水不要紧。我这个是，那么这个回心 sauce 1汤匙，哇，很香哦。糖1汤匙啊。料酒1汤匙，1汤匙的料酒，表弟外面的白斩鸡的酱也是用这个吗？啊，不是啊，叉烧的这个白斩鸡的酱呢，你可以用那一个我的蒸鱼酱，蒸鱼酱。 港式蒸鱼的酱，你可以 YouTube 找得到啊。我们放1茶匙，1茶匙的麻油。如果不喜欢麻油，可以不要放。来，我们倒好300毫升的热水。 OK， 搅拌均匀。你那酱要这样多？没有，我酱因为叉烧很多嘛，也主要这是一个，要煮一煮噻。煮一煮，在这个熬那个叉烧酱。应该不用勾芡哦。要有点芡粉，因为叉烧酱要有点粘稠嘛，淋上去那个整个，等下叫Micky湿掉啊，Micky来了哦。Micky没有穿衣服啊，不用紧了，大家都有看过穿的身体。原来是我的那个什么粉啊，剁魂叉烧饭，黯影叉烧饭，黯然叉烧饭，然后一堆名字啊，叉烧饭就叉烧饭，讲那么多。你讲到它才有吸引啊，这样子才有吸引是吗？对，要吸引力吗？证明大家有看过周星驰 ，OK？ 有点卡，现在还有吗？请问表弟有教过巴古爹吗？有哦，排骨茶的巴古爹，排骨茶还是肉骨茶？有啦，表弟有教过巴古爹啊。 一定有，你去 YouTube 找看看。你酱滚了哦。对。我们来准备一点薯粉。等一下先，我还有另外一个神秘的酱还没来。还有一个神秘酱。神秘酱，那个神秘酱也是灵魂来的啊。 只是你都不知道，原来那个就是那个灵魂来了。哇，深夜厨房换表弟下厨啊！对啊，今天表弟很厉害嘞，他在还原电影《厨神》里面的韩影插绣法，我不知道重复几次了。他很兴奋啊！表弟表嫂不是不喜欢麻油，哎，怎么你知道的？不要理他。你放麻油，这叉烧表嫂会吃嘛？表弟讲不要理他。OK， 来，我们看一下叉烧啊！你看我们叉烧，你看的叉烧，我觉得那个叉烧跟那个菜啊不对比啊。差钱 ，OK， 我们再看看这样。刚才我忘记转了耶，上面啊 ，OK， 基本上是可以了的。哇，很美嘞，很美啊！这个才比较好一点，有一点焦黑的啊、哦。哇，那个焦糖， OK， 时间到了啊，真的是。 深夜放毒啊，大家要承受得住啊。OK， 来，这个很重要的，在这一个环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最少的是给它托盆，再给它再久一点，给它制叉烧制力都更多的话，我们把这个叉烧制拿出来。你小心哦，那下面的导热管会不会碰到水？我们就把叉烧拿出来啊。啊，幸好我讲了，不然你的导热管坏掉。 OK， 下面的导热管啊，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滴到水啊。不然有一条管，有一条钢，有没有看到？不能弄到油。那个不能碰到油，也不能碰到水，所以大家用那款要小心。碰到油泡到水是没问题，碰到油嘞就尽量不要碰到啦。碰到油的时候它会冒烟，可是会容易坏啊，那个污渍都在里面。喂 ，OK， 来，我们现在把这个拿上来，哎，我们放下去。 啊，在这里，啊，锅在这里，你看一下，这里锅勾右手边，右手边先勾住先，然后在这里勾出去，像这个里拉上来，啊，勾好啊，大家拿手小心拿。哦，那个，刚才我没有转到啊，它有一点点在上面的焦味，你看颜色漂亮吗？你刚刚不是一直看着它，你都没有注意到？刚才第二轮的时候没有转啊。 没有转在这里再烧。沙巴油费计多少？这个炉啊，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啊。介绍啊，对。来留守。好。表弟坏蛋了，你还要让表嫂收拾厨房，又要煮麻油给他吃哦。啊，谁来的？你崩蹭啊，崩中来。来，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叉烧制哦，这个是灵魂来的，因为它有那个嘛精华，它有油。 有那个猪的油，哦，掺在刚刚的。对，所以我们哎，这是因为盘子清洁，全部是清洁的吗？嗯，好油啊！啊，这是油 ，OK 了。OK， 这个是精华来的，你们不能丢掉啊，这个就要放下去。OK， 确实是精华啦，你看那个焦糖，对，那个就很香味。刚才你如果想调都调不出这个味道的。 真正味道是在这里啊，像我们去煮咯，淋在那个刚刚煮的酱汁啊，对，这个我们不要了，我给它，我们现在拿去煮 ，OK， 又在滚它啊，哇，我们的叉烧好啦，主角，啊，漂亮哦，亮晶晶的。 都淋上一层酱啊，很油，是咯。不过叉烧饭就是这样了，外面的叉烧饭也是油啊。叉烧很美，真的，真的美啊！你知道真正好吃的叉烧哦，它是好吃的叉烧啊，你放在嘴巴里面呢、啊，它是融化的，直接没有掉，入口即化。啊那个就是成功了。那你的是这样吗？我等一下你给你试才知道了。我要试啊。OK， 这个时间哦很不对嘞，吃这种东西，真的是很不对啊。一直讲我肥啊、要我减肥，让我吃这种东西，坏啊表弟。OK， 就滚那个酱啊，这酱子香哦。 我伤风都闻得到，如果你烧那个味道真的穿透力很强啊！表弟这手套好用啊，我觉得真的是好用，好用，这手套真的好用 ，100% 防热。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手套拿热的东西，还是能感受到热啊，这个是完全感受不到。而且哦，你很像那种开那种罐头盖啊，很难开，像尤其是这种盖啊。 有时候很难开呀、啊，你用那个手套开得到，因为它摩擦力够。好，广告时间结束，来要勾芡是吗？对，要加一点点什么来的？酱油，酱油啊！不要太甜，我们放点鲜酱，半汤匙的酱油。对，我们现在勾芡，芡粉好像比较少。晚上好啊，哎，刚进来吗？我们已经差不多要到尾声了啦。还有荷包蛋哦。对，嗯，荷包蛋也是要看啊，要讲煎。那你的酱油哦，你看是啊，你看是够不够黑？如果你要黑，你可以淋一点黑下去，然后啊，但是这个 OK 了啊。Result is very good, but a lot to wash, and I dislike to wash oily stuff. You ask your children wash, they eat so good, they need to wash, okay. After you wash, 这样我不要吃了。OK， 它就这样有个粘稠啊，那你就可以了。OK， 有粘稠啊，有吗？再看一下，一点点粘稠啊，有一种浓浓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是要关掉它。现在我要做的东西是什么？要做嘛？煎荷包蛋啊！哎呀，煎荷包蛋啊！煎荷包蛋，我们这个不要了。那个荷包蛋也是技巧啊。帮我執咗佢度 ，OK， 這個醬已經好了啊。這個就是叉燒淋在叉燒的飯上面的一點點醬。表弟买个洗碗机就行了啊，表弟不会花这种钱的，除非他自己 OEM 一台啊。OK， 我们先煎蛋。这里可以感觉到味道有没有哦？我们蛋在后面煎啊，因为油啊，它油要少少呱呱叫。我们在后面煎蛋。呱呱叫比较少，等一下。嗯，刚才我忘记开。其实你以后都可以在这里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那边做啊，因为那边比较有深夜厨房的感觉。对。好来，煎荷包蛋。煎荷包蛋啦，这个平底锅呢，它是不粘锅啊，用粘锅也是可以是吗？可以啊，你会煎就可以了啊。来，先敲一粒蛋，我给你直接敲在平底锅里面。The sauce is just right and color is beautiful. Yes. 谢谢。来，我们就拿来。如果唔係沙爹，我介紹嘅，收鎖先，讓我啲收啫。讓我收先，放油。油。其實如果就那種不會太多啊，對啦，不會。那鍋，啊，糟嗎？如果一個鍋就，可以。用新的油煎蛋比较好。不美，鸡蛋不美。哦，你要再煎一个嘛？为了拍照好看啊。因为鸡蛋不新鲜啊，打出来就这样。那么厉害，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啊！可以闻得到味道。你的手机是什么手机来的？可以跟我讲一下。啊，榨油要变质了哦，用新油比较好。有人这样子推荐。OK， 这个榨失败了，来我们再。煎过，是炸蛋吗？叉烧饭的荷包蛋哦，就是要讲求那种外面煎到很像很熟，可是蛋黄还是漂漂亮亮一粒在那边的那种，懂吗？懂我意思吗？OK， 先烧热锅啊，擦干水，是炸蛋吗？不是，煎一个蛋，荷包蛋。荷包蛋，来喽！放这个碗啊，啊，一定要用公鸡碗。电影里面就是用公鸡碗的嘛，啊那，一定是用公鸡碗的嘛啊。我煮这个饭啊。 这个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啊，印象最深刻，他就是用那个公鸡碗，应该是了哈、哦。哇，很香哦。啊，饮下去吧。来来来，煎蛋时间。嗯，摸一摸，看锅热了没有。 锅要热，不容易。OK， 来，我们煎蛋了啊！煎蛋啊 ！OK， 你看它有热油温，有油温吗？啊，它没有油温，不然的话它就会去粘锅。嗯。Afterlife 表嫂一定骂你的，因为这样多东西要洗啊，还要洗2个地方。大家不要僵，表弟很兴奋呢。他哦，研究到这个黯然叉烧饭的时候哦，下午就兴奋到现在，一直要表现给大家看呢，难得表现你们一直讲他没有洗干净，给他一个机会了啊、哦！来，我们放了新的油啦，这次来煎，哇，漂亮了！大火吗？不，最小火了。小火啊，可是。 锅热油热 ，OK。因为煎蛋有2种啊，有一种煎滑蛋，滑蛋。我今天教大家煎蛋啊，这个是第一个是有哈，等下我煎一粒滑蛋给大家看。滑蛋，整个你要美美的那种，美美滑滑的。好，那我会煎，那个我最会煎啊。所以这个要有一点油，要有一点什么油，半生熟啊。啊，哇，就是这种蛋呢。呜，哎，你不是要淋酱在饭上面的吗？哎，等下。OK， 来，来这里，酱在这里。那么我们现在弄，妈的，就是蒸盘。 擦干净啊！嗯，切擦少了，没有这个蛋就是要这样子才是好吃的、啊。哇，戳破那个蛋黄就有。就是有把它切掉，比较美咯，尾巴切。嗯，我们就把它放到那里。是不是要切尾巴了？嗯。OK， 我们现在要切的是叉烧。我觉得你的菜根应该要切，这样长。 往给它躺下去 ，OK 啦，那你切叉烧了、啊，要这样咩？肚子好饿哦，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啊。比较漂亮的肉啊，这个都好。怎么嘞？那个比较好看是吗？因为我看比较有点肥啊那种。啊、哦，有一点肥啊。 哇，这个叉烧小小个的刚刚好哦，1人份。又没有什么粉啊？什么？摆斜它。 哇，有没有跟那个电影很像哦？够不够？哎，还要加多一片的？不用了，这样就好了。你还要再加多一片？好了，加多一片比较好。哇，这个叉烧好美。这片来，这片更美。嗯，这边更刚刚那片来的啦，你不相信它？哎呦，放丑了。OK 吗？会不会很难看 ？Mickey Lim is targeting the char-siu rice. OK， 我们的黯然叉烧饭就是这样的。哎呦，淋到外面去了。这样的叉烧最好吃，真的。烘的时候油不会喷到整个炉出烟，没有啊，真的没有。刚刚那个炉没有出什么烟，抽烟机都没有开呀。啊，抽烟机都没有开，它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油烟，还好。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啊。OK， 我们的黯然叉烧饭，这是韩饮叉烧饭，就是这样完成的。小弟，来你吃一片。叉子。哇，来试一个给大家看。哇，这个有半肥瘦是最好吃的。嗯嗯。哇，哦，有料哎。 哇，真的是真的很有料哎！啊，我觉得那个肥肉的部分很好吃，可是没有你讲那种入口即化啦，还是有一点点的嚼劲，不过很好吃的，已经很好吃了。嗯，入口即化你就要刚刚好那个肉啊，而且这个酱我觉得不输外面呢，赢很多、哦。 啊，我觉得这个姜是神酱啊！这个叉烧饭的姜，我已经现在饿了，想要吃白饭配了。嗯 ，OK， 这个是一个我希望大家能学到这个叉烧料理，好啊。嗯，韩饮叉烧饭多荤呐、啊，这个吃了跟电影里面的一样啊，吃了会掉眼泪。嗯，感动了，真的感动哇！谢谢林文288个欣赏、啊，虽然不能吃啊，可是感谢你。啊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在这里也顺道介绍我的 Air Fryer 哦。对，这个 Air Fryer， 我们 Air Fryer 的功能啊，有时真的是没有，我慢慢的发现，开始的时候没有。它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极限啊，它有很多对，很多的不可能都可以。这个可以烤猫，这个可以烤腰豆，嗯啊，可以烤腰豆、烤花生啊、烤黑豆啊，这个。 烤嘛，爆米花都可以在这里烤。那个叉烧的香还在我的口里面。那么这个不只是可以烤叉烧，我们这个可以烤什么？肉串啊，沙爹啦啊，就可以烤沙爹啊。要不要我明天做沙爹给大家？啊，不要啦，沙爹都做过了，做一些比较特别。我的沙爹好吃的，像这个很特别吗？对啊。那你可以吃我的那个猪肉沙爹。 表弟做过了的，你可以去 YouTube 看啊。它挺好吃。然后这是配件，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可以烤那个铁笼这样子啊，烤鸡排是吗？啊，烤鸡排、烤牛排啊，夹着这样子转也是可以。所以我们有三个可以不同的一个。不止这三个，还有更多。对，我们有个啊，铁盘12个，我们有12个配件，304。 不锈钢配件 ，OK， 12种不同的配件啊，刚刚只是秀了3种 ，OK， 啊，里面还有这种 catch 灯啊，这种转的，另外一种转的啊，这个刚刚是秀给大家看的哦，这2个，还有这个啊，所以大家这个 air fryer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啊，你要。 真的拥有一台，真的比较好跟上表弟的食谱、哦。对对，我们有超过350个视频。嗯 ，OK， 来这个 Air Fryer 1388，一直以来都是这个价钱啊，原价就1388 ，OK。可是这次呢，买了会送表弟的食谱啊 ，OK。食谱里面有几道菜，60道菜。60道菜肴。嗯，来西马运费25，东马190，新加坡200。要的话打上 AE 加 E 啊。 OK， 好了，哎，我也会送本酱的食谱给大家哦。对，这食谱啊，嗯，很精致，它中英文都有，所以你不要怕只是中文的而已嘛，没有英文也有啊。很详细。对，都是在里面啊，像生炒糯米饭来，ingredient 都写好好，调味料写好好，做法也跟你讲好好啊。我的腊梅饭啊，这个是腊味饭，真的是大家要学的是腊味饭。这个腊味饭就是真的很香。腊味饭啊，材料也写美美啊。昨天我表嫂有去跟几个好朋友姐妹相啊，所以他们就整6、7个人啊，就去吃一个餐厅吃。他们也叫腊梅，我说你有叫腊梅饭，他们要吃我吃，我说这样味道怎样？还是你调的味道好？就是我调的酱料好啊。这个是腊梅饭，你们也是值得你们做了啊。那我们的这个air fryer 是到现在我们很稳。食谱卖多少？88块啊。OK， 来买到会安装吗？来，一定会懂的，不会我们有教你怎么用。这个 air fryer 啊，你买回来，你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拆出来啊。你要讲烤，你就拿里面的，现在偷吃啊，拿那个铁盘啊放进去，你可以直接用了的啦。买回来就可以直接用了，是吧？啊。会有那种，你知道烤箱买回来会有一种塑胶臭味，新的烤箱味道，你这个会有吗？不会有啊。我们是304白杠啊，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如果你没有了，那可能是固定的。固定的啊。我们没有，我的 air fryer 是因为人家那种烤箱啊，买回来要先给它干烤，不知道几分钟，那个味道才会没有掉。这个不用啊，你买回来就可以直接用了，插上插头可以用。那天我在槟城不是要好直接用新的 air fryer， 对，有味道吗？没有啊 ，OK， 所以这 air fryer 不用什么 install 啊，不用什么安装，买回来插插头可以用啊。重要的是你买了 air fryer 回去，你会用吗？很多时候我们买回来不知道怎样用，我们有超过350个现场教学视频，超过350个啊。然后现在已经不老多个了，没有多技术。你不要觉得，哎呦，这个 air fryer 啊，一定是专做来做这种叉烧那么复杂的东西，没有啊！我跟你讲，我每次啊，那焖 cheesecake 太难了，你要讲简单的，你烤烧那个番薯就好了啦啊！烤番薯180度30分钟啊，你就直接拿番薯放进去 air fryer 烤就好了，你完全不用怎样。番薯买回来。洗一下，这个我们去那个东记买的。这个日本番薯很好吃啊，日本番薯特别甜，而且也要烤出那种糖胶，你像照片那种甜甜的啊，留那个糖心的那种啊，这个 air fryer 做得到。你就是这个 sweet potato 啊，差不多这样的 size 啊，拿去水洗一下啊，洗给它试试啊，直接放进那个 air fryer 烤180度35分钟。如果你烤出35分钟还是没有糖胶，你再烤久一点哦。看你的番薯大小，对啊，大的话你烤久。这很简单，这个 air fryer 可以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烤面包啦，烤面包做生熟蛋啊，生熟蛋也可以。所以我不知道生熟蛋怎么。他们是100度13分钟到15分钟啊，室温蛋啊，直接拿进去烤啊，13到15分钟。看你的蛋大小粒，如果是 A 蛋要15分钟啊 ，B 蛋啊 C 蛋啊可能是13分钟。然后它也可以拿来炸，对 ，French fries 啊那种 frozen 啊，你直接放进去就可以炸了哦。你食物也可以拿来 reheat， 所以它很多功能，它也功能在这里，它也可以盖掉 microwave 的功能了，几乎啊。我们有16项功能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甚至你可以什么 cake 做 cake。这个鱼已经 preset 了啊，已经 preset 了啊，其他的 air fryer 没有这种功能啊，这全部都有16项啊，鸡翅膀，那烤面包啊，烤面包，如果你说你吃我们面包是白面包，你就可以泡啊，你不要那么焦化，你可以放200度、880度都可以，你自己调啊。这种偷吃直接烤正式的面包那种啊，好像这面包你说哎，我不要这么高的度啊，你可以调改，对我可以改把那个度数减低，随时都可以。你会很吃电吗？不会啊。你老实讲啦 ，microwave 不要吃电，还是这个不要吃电？有的讲了，那个是很高压啊，烤箱又不一样，烤箱不一样烤。OK， 我们知道，因为小型啊，它很快热啊，这个是14L啊。那你看我们家里整10个人，我们一台 air fryer 从来没有用过烤箱的。对，我们这个 air fryer 用到有一点2年多了，2年多了哈，一直用它。对，你看我们这里有给呢 OK， 这个就是烤果干，烤果干要70度，8个小时，8个小时。你晚上哦，你就切薄薄的水果片，摆到好，你放进去，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水果就干了。如果你那个水果不够干的话呢，可能你切的是比较厚嘛，你可以再给它烤。好像我在烤的，我可以时间简短吗？我不要那么久。对，我再加多1个小时，可以吗？我可以加到50分钟。对，啊，这个做随意我们可以做了啊。OK。好，那么我们可以低温到40度，我们发酵啊，发酵，哎，40度可以发酵，面包啊都可以发酵啊，40度，啊，好像室温吗？ 下雨天的时候，你想要做面包酵啊，好像烧肉啊，那个要发酵的，对不对？对。那么这个还可以做yogurt，我们有视频有教你怎样做yogurt都有了，我们视频也可以教你怎样做酸面包都有。我们联合一共几 kg？ 我想要看看自己可以带吗？或寄过来。14公斤。跟盒子一起。跟盒子一个箱头14公斤。一整个箱头全部14公斤啊！啊，14公斤。啊，所以是14公斤啊。 啊，来可以重复降料嘛？等一下你看食谱啊，我们要写出来。来，我们再看一下。林文讲买表弟的产品不用担心不会用，因为他的售后服务真的是一流，还有免费教学，真的啊，表弟啊，还到每个州在做现场教学，都拿着这个 air fryer 搬来搬去。林文不会做，他说跟我讲他是烘焙小白对，完全从零开始啊，做到连蛋糕都有人跟他买。对，他做Moon Cheesecake，你说很难做，林文都做出来卖呀。他是做了给朋友吃，朋友吃到。没有，我不是说难做，我说复杂。OK， 烤炉多重？烤炉这 air fryer， 气炸烤箱。气炸烤箱是这里有写它重量啊，我一下子忘记了啊。它是14L的大小啊。 这里是多，一机多用啊，我们是multi-function啊，这个多少？12.5 kg 啊 ，include accessory 就是里面的 accessory 12.5 kg 啊。如果你是整个盒子这样串起来是14公斤啊。OK， 啊，我的气炸烤箱已经用到值回了，真的。啊，你看我们烤果干，对你就可以烤果干，我们360度旋转，对我们这些可以烤，你看你买的 air fryer 哦，之前为什么我做了，我跟大家15号之前要安排，什么意思？你是讲你2月15号之前会来吗？还是怎样？啊，可以啊，我们你看啊，我们都是种304白干啊，你看这个很蓝啊，很黑啊，这个容易了，你就放白醋、苏打粉、肥皂粉、热水蒸它1个小时、2个小时，它就脱了，它就。 稍微擦一下，它就脱了，很容易脱。你看我们都是，你看我们是洗里面不洗外面，外面都没有洗啊，对，洗里面的很黄。所以那么之前我的叉烧就是放在这里烤，不漂亮。对，因为叉烧要这样烤才漂亮。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叉烧，外面叉。如果你有看前几个星期的直播，表弟有做一个类似叉烧的东西啊。啊，那个烤到没有很漂亮，而且那个口感没有这个好。香到我就想到。那时候我又不敢讲坏话，那口感真的是不能。这个是真的是它的，你看啊，这个真的是有料，这真的是好吃的啊！而且它不输外面的叉烧很多。真的吃了啊！它的酱，你看又逼我吃那么胖的东西。你这真的好吃。我给你吃一个那个什么肉。 可以啦，都一样的不是吗？不是，假梅肉，不是那个里脊肉啊，里脊肉，这个，表弟可以教做培根吗？哦，那个我还没有学到，这个没有这样肥哦，不过它肥一点了，叫里脊肉来的，好喝，肉软啊，里脊肉比较软。 Jelly 讲 ，This air fryer very good for roast pork and easy to operate。对我那时候做年菜，年初一有看到Joanne的 post， 哇，他做很多好料哎，其中有做烧肉出来。对，烧肉，对，他做烧肉。现在我们有讲了，有我们这台机呢，叉烧你可以做，烧肉可以做，等于呢好像是餐厅一样哦。你买这台机等于一个创业的机会啊。嗯，买这台机都可以创业了啊！讲到这样，你知道我每次去我看到往云吞面没有？我去云吞面，我就看到啊，看到那他超市用锅来煮了啊，我就不想要叫了。嗯，为什么？他炒用锅可以煮吗？可以的，锅它没有那个香味。对，嗯，差很多。啊，那看看我们 Air Fryer 有这个功能啊，当然啊，我们用 Air Fryer 因为全部是304白干，容易清洗。嗯嗯，然后还有透明玻璃视窗，就你可以看得到里面长怎样啊。然后14公升的大容量，嗯啊，然后有全部锈钢内胆。OK， 好了，这个 Air Fryer 啊，价钱1388。OK， 西马运费25，东马190，新加坡200，然后送你一个表弟的食谱。OK， 这食谱啊，对。也是你买了就可以，你可以开店了的，啊、认真啊！所以 AE+E， 嗯，要的话打上 AE+E 啊。再来，刚刚也有人讲那个手套啊，嗯，这手套隔热很厉害，真的很厉害。OK， 啊，我们用了很多次，我真的就用了一年多。其实很多外面的手套啊，手套到这里啊，不会，因为我说时候你短的时候不小心就可以烫到啊，对，手臂会烫到，对。那么这很保护到很好，好像我们开罐啊，这个也是很好的，按就开到。而且这个真的是防热，嗯，我完全没有感到一点热度啊。OK， 好像这个这个，所以你可以如果稍稍的就换下去，暂时当那种热的，对，垫底它不会伤到你的桌子啊，它也不会滑啊。OK， 所以这个真的防热很好。来，多少钱？32块一对啊，就是2个。手套给你 ，OK。西马运费8块，东马20块，新加坡30块。要的话打上 BE+E。如果你连同那个Air Fryer 买的话，就没有运费是吗？啊，没有运费，这个没有运费啊，都全部加在一起的 ，OK。因为可以藏在里面嘛。啊。还有，当然，如果你要 Air Fryer 要讲洗嘞，这个就可以教你讲洗。哦，这个是万能清洁剂啊 ，OK。可以洗菜，可以洗菜，也可以洗蔬果、洗东西啦，啊，洗厕所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洗碗、洗菜，而且这个洗油渍的东西都很好啊，专门用来洗油渍也很不错。尤其是它是食品级嘛，嗯，可以洗菜就是食品级吧，就是说 Air Fryer 里面要用这样的来洗，很容易洗。嗯啊，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你们可以问我们讲洗，更多详情可以问表弟好主意啦。OK。来118块，西马运费8块，东马20块，新加坡30。要的话打上 CE+E。OK。啊，真正要介绍那个Air Fryer 啦。OK。真的啊，因为这一次有送这个食谱，非常的值得，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啊。OK。1388啊，加钱。那西马运费25，东马190，新加坡200。AE+E 啊。嗯。OK。好了，回到我们的这个黯然叉烧饭啊，嗯，来，这个就是一个 perfect 的一个辣椒酱，其实都不用辣椒酱，我都觉得可以了。其实不用辣椒酱啦，因为吃辣椒酱就点击了，只是呢 ，OK， 如果你红辣椒是买红一点的辣椒，它就很红，因为今天那个辣椒不够熟，比较不过酱才有 homemade 的感觉啦。OK， 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对，来，我们明天见啊！啊，你满意吗？你的啊，相当满意啊，真的好吃啊！大家要跟着做哦。嗯，如果你对叉烧真的有兴趣的话，好，那明天晚上9点一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啦。嗯，来，好了，明天晚上见，拜拜。